人生其实很简单，无需刻意追求什么，只要让自己显现即可，缺什么就显现什么。掌握这三个步骤，无论我们从事哪一行，再也找不到竞争者，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。建议先点赞收藏起来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步骤，选择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事，着手去绽放自己，去展现自己的天性，然后把它做到极致。如能达到这样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做我所想，想我所做，知行合一，全然交给，全情投入，简单专注，就是合一。第二个步骤，当我们做出来的效率比我所期待的还快，就会更快。效果比自己所期待的还好，就会更好。如此一来，便能越做越快，越做越好，越做越有自信，越来越有能量。第三个步骤，红尘中任何事情都可以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以出世之心显红尘法相，以入世之心化红尘能量，一切为我所用，所用一切为众生所妙用。如能达到以上三点，无论我们从事哪一行，在同行中再也找不到竞争者，就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。成长就是不断突破自己，每一次你做的一件事，尽你所能做的比你自己上一次的表现更好更快，你就会傲视同行，